如第二十三品十方佛赞品曰：智心回向，智心是真诚到基础。我们在这个时间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啊，念佛求生，全都回向极乐世界，不为别的，只为这段事情啊，愿生彼国。啊，随缘皆生呢，得不退转。这两句是讲往生，你必定得生。生到极乐世界，你一定得三种不退，就是阿惟越致菩萨。啊，得不退转就是阿惟越致菩萨。往生真因品。有这么一段话，昼夜常念啊，希望呢佛号不要忘记，啊，口里不念没有关系，心里头不间断，这真念佛。心里怎样能做到不间断？这势必要把念头转过来，就能做到。念念皆是阿弥陀佛。我念的人啊，自己家的亲人，那个人是阿弥陀佛。我念的境界，喜欢的境界，那个境界是阿弥陀佛。你把所有一切人事物统统转变成阿弥陀佛，你念佛就不会间断啊，全是阿弥陀佛啊，实际事实呢，真的是如此，不是这样想象，事实真是如此。啊，为什么阿弥陀佛是自性？一切法不离自性，一切法皆是自性所生所现，阿赖耶所变。阿赖耶也不离自性，理上讲得通啊，事上应该如是啊。啊，这个样子，昼夜常念呢，就能做到。啊，时时刻刻要注意，相续不断。啊，我们今天功夫不得力，会常常断掉。断掉不怕。啊，一警觉到，立刻相续，就接着你。要认真，要努力。果然念到和念头相继不绝，我们就欢喜心生了。为什么呢？往生有把握了。时常常断续，这往生没把握。啊，今念相继是决定的生。
在这个地方就是昼夜常念，确定往生。